OK， 我们现在到了马六甲，我们要先去 check in。走吧。OK， 好，走。OK， 我们要 check in reception。到了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要先上去酒店吗 ？OK， let's go。Yeah. 啊 ？OK。好，开门。要讲。进来了，为什么灯就这样小盏？你有更亮的灯吗？鞋子，鞋子放这边啊。那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 review 一下，有这么这样暗的位。哦，哇哦，哦，他的厕所。哦。就是这样喽。shower 在这边。好。我们今天我们会在这里住两天 ，two days。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sticky socks， 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套房啊，然后基本上该有的都有。出鞋了。这里蛮靠近那个马六甲市区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每次都要看的就是它的景色。哎呀，那个景色就输了，被挡到了。虽然那窗口超大的，可是被挡到了。打雷了！哎，我看到那边有摩天轮呢。我们一个椅子，你看，也是一个沙发。呀，你睡在沙发。哈哈哈哈哈。耶。我们可以从这里上去。所以我们等下整理一下。要又要出门了、哦，去哪里？你去看啊。去海边。哇，因为下雨呢，我们现在要先去shopping 里面。现在我要去看电影。啊，我们先去吃饭，不早了，快点走吧。它有点很硬，我就按很大力。